大家好，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。谈情说爱本来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，但诈骗集团却经常利用约会网站、聊天软体守株待兔，制造恋爱假象，欺骗你的情感与金钱。当你陷入爱情的漩涡无法自拔的时候，他已经逃之夭夭。记住，别让爱情骗子榨干你，更别让他改变您美丽的人生。如有疑问，请打165反诈骗专线。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，提醒您。开课后，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在科技发达的时代，只要您轻易连结不明的网页，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。为了守护您的身家财产，请提高警觉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，不轻易提供个资。诈骗陷阱无所不在，如有疑问，请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。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，提醒您。